这个东西。新西兰入境，新西兰入境卡，入境新西兰要填的那张卡。米娅在前面，哈哈，因为前面阿姨是第一次自己来那个新西兰嘛，不太会填那个表格，就是不太会填这个表格，然后米娅去前面帮她填去了，不是帮她填，指导她填。这个东西要自己填，不能别人帮填，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这个要负法律责任的东西。飞行时长是12个小时40分钟，我们已经飞了差不多那有10个小时吧，还有2个多小时，我们就到奥克兰了。然后下飞机，恩佐去接我们，我们现在看到恩佐和，应该是他和他女朋友一起去接我们吧。我们现在看到恩佐和他女朋友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恩佐女朋友，太开心。等一下发餐，看看四川航空公司的，听说是川航的那个伙食都比较好，所以说我们看一看一会儿有什么好吃的。你好，打一下两位，你觉得是火锅粉团的？你要什么？我要米饭。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面条。哦，这个是粉条，这个就是饭，饭它是两个荤菜搭配在一起的。哦，你要饭？你要粉吧？嗯，这个是米饭，就是藤椒鱼和那个樱桃肉。好，谢谢。没事，你是需要火锅粉的。好嘞。面条，火锅粉应该是火锅底料用的粉条吧？不知道。四川航空特色。要辣椒吗？我不要辣椒。啊，这样两位要加点辣椒酱吗？我要。来，我不用，谢谢。我不用，谢谢。我还有辣椒酱。没事。哎。面条呢？谢谢。这个是藤椒鱼和樱桃肉。快尝尝。啥味儿？还有火锅粉。好吃，啥味儿的？不辣，不辣。嗯，还蛮不错的，香。不是很辣，因为基本不辣，因为它加了点辣椒酱，它有一点辣味儿。然后原本的话是一点不辣的。它有一种肉的香味儿，还是鸡肉的呀？鸡肉的是吧？啊，但它肉的香味很浓，然后口感也比较这种绵软，没有什么嚼头，但是对于飞机餐来说已经很棒了。好，我们看看我的饭。哇，有两个肉，一个是鱼肉，一个是猪肉。对于飞机餐来说已经是非常有味道了，非常好吃的。你也加辣酱的？那我没加辣酱的。你也加辣酱？辣酱不辣，很好吃。辣酱很香是吧？嗯，好吧，大家来四川航空的话可以尝试他们家独特的辣酱。嗯，好像第六节按摩头部经络，双手放于太阳穴，轻轻按压，
我们成功到奥克兰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奥克兰时间晚上七点多，快到八点了。然后我们要取行李，然后先走。哦，我已经成功过来了，因为我的那个护照那个没消磁嘛，面消磁了，面就只能在这面通过人工的过了。哦，我是很快过来了，然后等一下他吧。我还以为你会很慢呢，就给你卡了个腿呗。嗯，就没啥事，看你一眼就卡了腿。对，可能他一刷就能看出来我在上边就那个护照信息是不？对，肯定的。一看着就是到什么时候过期是吧？对啊，一看还有三年，赶紧走。别浪费我，他问你东西，问你问题了吗？啥都没问，就看你瞄了你一眼，瞄我一眼，然后哗哗了个车，然后咔一盖，赶紧走。对，因为估计他能看到我上面信息嘛，就觉得没啥问题。Hello guys， 我们已经回来了，现在已经出了奥克兰机场。我今天特别的顺利，完全都没过那个 X-ray， 可能因为只有十天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只出境了十天，然后他就问一问带没带食物啥的，然后我们说没带，然后他就夸夸夸绿色通，我们直接走了绿色通道，然后嗯。其他的人都要过什么那个 X 光嘛，要检查行李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我们直接没检查，直接给我们放出来了。我感觉比坐国内航班都顺利，都快。我现在就等着恩泽过来了。嗯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，我去，现在奥克兰是温度是26度，然后我俩没有什么准备，还过着北半球的那个季节，快热死了。到恩泽家，就赶紧脱了，蹦他家游泳池里乘乘凉嘛。因为按之前的经验，基本要过那个安检要半个多小时，半个小时左右嘛。所以说，我也没告诉恩泽我们到了，我只是我们出了安检之后，才告诉恩泽我们到了，然后让他再过来。他过来开车差不多要半个多小时吧，40分钟。所以说还是受不了，先去把衣服换了。哇，26度，夏天。我感觉认识他呀。Hello， 哎，嫂子好。放哪儿？放后面。你这见你见你见大皮卡都不会那什么了，是吗？我一激动的，这路都不会走了，脚了这是。这假。走。哎。小箱子不是小箱子放外边，大箱子放。对啊。哎呀，恩总，我觉得你瘦了，你别穿小白鞋了呀。他前段时间更瘦，这两天放纵了，又吃回来一点，又吃回来了。但我觉得他瘦了很多哎。你知道我在国内一天长多少斤吗？我在国内量了1天1斤，不开玩笑，10天长了10斤。我们家有小朋友这几天来住这儿，嗯，住了一星期，长了10斤回去的。哎呦，过了一天又来了我们家了，不信邪你有没有？女孩子长了4斤，然后那个男生长了6斤。打了个飞机回去，回惠灵顿换了身衣服，然后又回来了，然后又回来了。为啥这是长肉长得不多？我很高兴。家大眼瞪小眼。我给大家看皮卡有多能装，我真的爽，我去，无敌，走。哎呦天，我挺高是吧？这个，我这个是高的这个。台阶嘛，我没踩着台，我没看着台阶，我一脚跨上了。哎呦啊，回来喽。有点点那个百合，可能熬的时间不够久，你可以不吃它。对，嗯，我就问你，我少来点狗，我到10多岁的，这是香港的一个甜。哦，真的第一次听说，鸡蛋腐竹糖水。对。哎，我现在还得晕，坐车在这颠。啊，你还在回？我还在颠，不是在回的，我还在颠。还在颠吗？啥意思？就是站着，我又站着，我感觉到就是在晃。啊，在飞机上。对。其实还好，我们的飞机没有那么晃。但你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，一下子转了那么多机，然后坐了那么久的飞机。我这回回来之后，终于能吃点清淡的了，小伙子，然后这个嘴，我天！我们家吃的还挺清淡的吧？嗯，我们家吃的还挺清淡的吧？嗯，我们家就是烤的呀、炸的呀，不多。对对对对对，
但是也是大鱼大肉一顿吃。我回来好好休整一下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直想看的恩佐的女朋友雷雨。嫂子帮我们做了糖水，然后还有在锅里的米娅最爱吃的螺蛳粉，一家开心的语言，祝米娅幸福的哟。咋样？不还是好久没吃了，不是是要加辣椒油，这款是要加辣椒油，不加辣椒油是欠劲味道。加辣椒油香了吧。因为就柳泉那一款，它是就是整个料包里边，它不是那种粉包，它是那种不是那种粉酱，它是酱，它是很浓稠的那种酱包，它带一点点的辣味儿，所以我就不用放料包，不用放辣包，基本上它这个放的还挺好吃。对，这个是完全没有辣椒的。